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12月11日，讯快船官方推特今日宣布，他们已经正式与前锋保罗·乔治签订了续约合同。快船官推随后发布了乔治的签约现场照，落笔签约。快船官推写道，根据 ESPN 的报道，快船前锋保罗·乔治已经与快船达成一份顶薪续约合同，他将在接下来五年内获得 2.26 亿美元的保障薪水。报道称，快船已经将保罗·乔治的合同额外延长四年，在下赛季3540万美元的基础上，他将在剩下四年中得到合计 1.9 亿的薪水，其中2024-25赛季为球员选项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